那今天，啊，这，他红红的啊，月呗，我说的正月给，缺少看的，俺这里切切，俺这里你们，西人的啊，俺就是去，缺个他的。Bir gün deva şaharım dinleyici zerimcidir için çok buraya. Ben de yine yüzden tane de İtalya pebeye ki. Önce çöz oka ki. Dinşu lamanla buraya. Değişin de o ne de. Çöz oka. Çomika da. Dandasın cinda da. Sama lo liya ga su sam chu shai今天呢是我们四天的活动的第一天，那这次的活动是由我们香港各个中心大家联合来举办的，这四天的活动可以说就是一个跟大家结下一个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一个活动。所以在最开始，我首先要问候各个中心的住持喇嘛们，还有所有的会员们、施主们，还有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我说你啊，俺们这呢，你还是属于什么的？养儿子了，或者去预备，就俺们这你还是这些。你不知道我出去什么了？俺们现在开始了的，托马的了呀，开始了的。다도망들이야이런것을가수에이홍공기나최소가참으로지미세에다다다봐도가수에지땅아주지점린계급还是咖喱啊？那缺少芒果药嘞。第一呢，那就缺少掌握了平时几个剂量，这把都得药西上就用多个妹妹，少得了就热下。俺这里女生体检站了点呢，俺呢，
다리 미세 딱 가주래. 남균의지 홍고리의 최소가 장모로지 평소에 지지리야 지금 튀남이야 그치? 아니 지금 내가로부터 장모로 염도 치지. 아니 지금 참회지 미비다이야 그렇지. 근데 지금 아버지가 충분해. 안 다리 인비네 미세기 염도 장모로지 루루루 치지. 진짜가 통하네. 안 다리 야가래야 지 최수야로 수주수야로. 이제 프로그램 세브레 드린 뉴스안에 딴 데게 지 카르라 링귀 세나라도 다 호동 세마라 딴 데게 토안에 상으로 지 최소 편지 알레기야 에너지 데바 띵 섭든 라다 안 다는 신기 데바 야르자 데게 미디슈에 那其实一直到现在来说，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地的我们的中心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呢，也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很多的中心互相之间并没有太好的一个联系哦。那么因此，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们透过了香港各个的中心，其实我也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香港各个中心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融洽。 而且也举办共同举办很多的活动，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地方的一个模范了，是非常的好。但这一次呢，再一次的在印度这个地方举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是一个活动。我主要是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活动，让香港各个中心之间所有会员们之间的法源各种的这种关联性能够更加的紧密，而且有更好的关系，这样。 다들이 그유말람 제네 체제는 다 디두산 참바 깨버려 그유말람 걸리야 참바 틴지니 보래 디두산 다 메르브스들의 세제 디스마 지 참바디 내가 막고 내 우여비 인두산에 엔 디두산에 매 매슈 심으로 세제 엔 마지 참바디 에 지게 가서 요보지 다하러 이제 터시 쳐버래 다드네 디젤이야 아니 문에서는 저 참바대 야보지 예수야 주주시다 뭐 저 참바대 야보지 먼저 다음에 왜 소리 들으지르샤 안드레 인주산에 디균센 때네 안 다다 저 가수에 안다리 여러블이야 지치 인 디젤이야 참바대 양가 갤러로 시켜지 안데 야보르시다 가장 제미닐리아 미세다 주주 링즈를 대브레 되네 나도 야보시 참도 제가 진짜 토하네 네 나랑 그 삼번은 시지 슈투야로 내가 가보시라 노데 임비네 나지 가서 도도르지 슈약 비즈추기 那么首先呢，我自己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的，其实在上一届的去年，可以说去年的七月法会的时候，那我就有感冒，而且不止感冒一次，感冒了蛮多次，但当时因为活动非常的多，也非常的这个忙，所以也没时间生病，因此呢就赶快吃药，所以在那个时间当中就是用很多的药把它可以说压下来了，因为希望能这个病快好，因为还有七月法会的活动要主持，但那个之后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一个休息哦，所以到现在来讲也都没有完全的好。那大家也知道，之前我就到了欧洲去，没想到到了欧洲这个又感冒了，那么来这里回来之前呢，其实在德国就有时间稍微休息多待几天哦，但是发现也没全好。
所以真的这几天会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但是我会尽力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的。他的人家去提醒给他的人们是他是下的给是的马车安达吉卡出来米塞给他吉卡出来别是的这个套链熊别是的这个马下没不切那卡子兔兔的这个缺给你们的说是米塞拿了呀就雇用的安达吉娘们可能是我也不当但当然是米子南给告诉了大家今年的这刚刚的不拆这些钱不够了呀那可能是这个冬天气候也吧这大人这边讨论大家的鸡蛋给嘛去告诉了那就用讨论嘛先嘛到呗米子南这胸背这种这个讨论嘛这些家的不行要嘛的是那今天也可以说这一次的课程来说吧并没有特别要讲某部经典或者说依据某部论点而上课其实我最希望的是希望在这几天当中能够让大家分享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怎么样去修持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将佛法用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实际的去行持去修持它尤其是在生活中你会面临或者面对到许多的一些困难或者是状况的时候你该如何去面对等等所以并没有特别依据某一部经典而讲说他熊别是以前他的马戏马里亚的是刚刚的行动而且呢他别是不是也能打的马别是的是下色的不是月章这个是什么东西的人来了不是但是呢别是没有三大是这里的苍老是什么东西的车也没有三呢这个军事的呢这个搞了好不是的人就三呢但是呢但是呢我就去研究的三呢其实是蛮切的别些团的嘛，写下去，读书的是大学嘛嘞。再讲，其实蛮些，但是你这里就特别多，你这个团里啊，这些家伙蛮些，这里就差的多。那等于就是呢，那各自都都是学的。那虽然说没有这个经典啊，没有一个经典可以依据，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有时候也还蛮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如果有一部经典可以依据的话，你至少还可以按着它来讲解、来讲说。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得完全靠自己要想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蛮困难。但是其实现在在国外来讲，很多时候的上课，因为没有太长的时间去讲完某部经典，大部分我们都会针对一个主题去教课、去讲课了。总之，我这一次会尽力的分享这些内容。这我觉得水军团呢，下面呢，那这别是这啊，闽南这西夏团呢，我西夏的开始不就这样了？后来是那大姐，我就那么他们那么出去，这娘们那呢，娘们那些，这可能就是他女娃都不的嘛，搞出来。当我去的宿舍为民女三呢，他的这砸钱的资源呢，马多阳这刚出来，他是这宿舍刚成的把线下为民呢，他的人数强着，人给宿舍为去，他去了不起，人数强着啊去，人家为民女三呢，提军政的呢他，哪里民呢？他们那么忙起来，宿舍差不多，这样呢，가베제르지베제르시샤지체야나라메코메기다명아르지시샤체제드네제마송구요아레스드마지데게침샤디아레삼정도然而呢其实从传统上就是传统的在这个讲经说法上来讲呢
是很重视你讲课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依据的，譬如说依据的是某部经典或者是某一个口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些经典也好，或者这些口诀教本也好，它都是过去的这些历代的祖师们他们修持的这样的一个精华的结晶，成为了他们的口诀，所以这是传统讲经上课的时候会非常重视的一部分。同样这样子你也可以避免说自己造作或者自己臆想出来的很多的内容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所偏误，也是危险的。所以过去的传统来讲，上师们在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都会依据的是一些经典或者是一些口诀来讲述，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地人的下地大地人广大的下地卡勒斯老大卡勒 life and death 什么大生命与死亡大地他这个人老的给我的气味什么呢当然就是坚持坚持的了你看这些姐姐三个东丹的气味给我的气味两个就东丹的气味三个东丹的他第一个就是下意识的。那今天下午主要要谈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叫做生命与死亡。这个主题可能是我们要去想到说如何面对生死，或者你要带着怎么样的一种观念来面对生死。他第一个呢，他这段给叫我的趣味是啥的，我让他们去通的啊去这个故事你就给车要嘛呢他这个就是我孙子那你们大把的是本来就是他身居哪里呢他这 TV 的是大卫哥插画的是老卫哥里啊你们大把的是通的啊你就去查的啊嘞。首先其实这个主题哦，生死它是我们很都应该是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的，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神秘或者我们叫隐蔽分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并不是每天我们不是会看报纸吗，会看新闻，其实都在告诉我们看到生死的很多事情。大爷每年我最能够就是忙不起拿了了就没想到给这近期你去这里啊通地下了大爷每年啊那就你们这里啊，大刚他就人家给你住的，本来七万的不是恰恰为名的，但迷茫不是是的吧？当，那就三百了，说吧，人家给你住忙不是通的啊的，但因为呢，你们这里啊，第一住的宿舍刚了呀，用个月不的，那就 awareness 什么的吧，他就第一就搞出来的直觉。是呢，这个都大喊的去穿哪了的，能营养下来，用途要嘛的是。但是呢，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包装杂志，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很自然会觉得，哦，那是别人的事情。举例来说，好了，这个死亡来讲的话，会看到的是，哦，很多人死亡了，有一些灾难，甚至很多被这个谋杀了等等，但都会觉得这是某个他人，都不会想到的是自己。换句话说，生死在自己身上，你都没有真的去知觉到它，你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一个生死。这就是啥呢？看的是老大，南北的确实，喇叭都是回归南北的确实就是啥呢？但就叔叔人义别看出来，他是亚地的这变了，这大看出来没心大气，变了，甚至现在的用的啊，它是动眼的，大人心的，那苦水各都低的，那就水水的，它是渗透的吧，
다 류토르 류베토르 다다 뇽고요 마레데 임베네야 다지 샘토르 예바 지 가주에 디 지 가주다 뇽수 죽니 소마다 샘토르 바 뇽어르 깨죽체 근데 토안에 다 가나지 미신다 그다지 동엘다 동에다 강에 총물이야 싱구르 만즈 요아지 초지네 미신다 강에 되게 싱구르 만즈쇼 근데 저 수수 코토리아 근데 강에 총부이나 딱 동에 가지 용서래 근데 저 강에 가지 용서래 나도 이제 수수야 근데 지 뇽아르 깨 죽지 근데 저 토안에 신래야지 싱구르 체르 아직다 다나 신기 다지 난 참으로 깨 사비 민주산에 치고야디 그런 외부 추니를 차려야 하래. 근데 인류산에 다 다다 아주다 돈에 채투미를 맞대. 다 간다 니마질이야. 용하게 니주지 민주산에 데려야 아주 다다네지 가수에 유해탑치야디 탑시 상쇼만이 봐. 데려 유해탑치야네. 디 탑시 상쇼만이 봐. 디 당도 렌체. 텔레아 지 군디스 데네 안 텔레아 지 직바당 지 치월은 치월은 직바당 응앙베 촌나르부디 마치 용도 또 하나 드르비 저지 일단 아주 지 군규 개첨물을 지 자대 요아레섬 정도 所以谈到生死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想那一个方法其实是就像我们会看到 周围的人在经验到许多的痛苦，甚至死亡，或者看到很多人在经验许多的灾难跟困难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现在身体上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别人的那种痛，那种不舒服。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个练习，这在佛法，佛教里面来讲也好，或者在藏传佛教里面来讲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试着去感同身受。 你就算身体没有经验到那一个样子的苦，但是你的心上要试着去体会对方的这样的状况、这样的痛苦。透过这样的一种观修，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一种关心、一种悲悯心能够更加的增长哦。这就是一种设身处地的为他人去想的一个方法。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时常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的悲心、你的关怀心，它会越来越增长的。 同时，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谈到生死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出生了。换句话说，就一定会死亡的。死亡是一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总是想尽办法，试着说是我要避免死亡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我们试着要现在开始去面对死亡，去习惯这个死亡。透过这样的一种练习，它会帮助你。 对于死亡的害怕跟恐惧跟担忧都会越来越少。지단당안주지지당미루차샤비네또강에지동해당랭기쇠바섬으로동해당도렘비쇠바디아주디시라뉴뉴레섬정도라바도팅산디줄리아지 가서 초와 계단으로디 컴포트 섬으로 수시 섬으로 컴포트 요아디 집답 대와다 안다는 신기지 데 컴포트 사자디 벽에나 가려고 하는 다지 바지 쇠태버로 섬으로 다든지 요알 야 안지 가서 지기 프로모트 섬으로 데 슈크첨부지 셰디아 두즈 이미 인두산에 데데 두즈리아 동해 탄레 쇠바디 세바스난다도 동해 탄도량 닝도디 바지 중소로 예배수지 아드리 뉴스안에 디 균센 때네 아니 카슈레다지 나르다 민자 다가다 아주지 진제 카슈레 지 심리아 지 카슈레 동해를 충비인데 다지 현안당 안다르도 슈셔 주면로 제가 디 균센 때는 아주 더 지
rīk chūk dungyē dā su xie, dā dā xie dū sān bē, dungyē kiāng kiāng, dā jī xie xia nā, bā jī dā. Ngē nā nī dī tābyō tā kiān, dā tābyō tā kiān dī gūjī kāp tābyō tā kiān, zūmē gūjī kāp tābyō tā kiān xie dī kā rē. Bā jī jī kōwē dungyē, dī jī wū lai, nī mā kā xie jī ngō sōng. Dā jī xie chē nā, dā mā dā mā mō gō rū sā rē. Chet tā tīndi jī mānggū shūb shiā yu dhū sāntā, mī mānggū jī tā dungyē kiāngā shiā yu dhū sāntā, tī yāng jī jī ngā jī chū jāng ādi, tī kī yu ngā chē tū chū jāng nā, shiā yu dhū dungyē kiāngā shiā yu dhū sāntā, tīndi jī pā jī yuang dhī yu sāntā. Yō shū xiāng xiāng, jū wǒ mén rén lái shuō, wǒ mén chǎng chǎng shuō, nǐ yǎo néng chī de liǎo kǔ. 或者在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安受苦忍，有一种安忍的羞耻，你是要能够安受各种痛苦。但有时候我感觉到现代人来讲，真的越来越少人能够吃苦，或者能够真的安受这些苦，能够有这样的忍辱了。为什么？因为现代来讲更重视的，或者大家向往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然后一定要非常的方便，一点痛苦都没有。所以有时候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碰到一点苦就会感到心中更加的一个痛苦。我们已经跟过去的这些人或者过去的修行人来讲，我们是我们的心呢可以说是更容易害怕，而且更容易恐惧，一点苦就很容易就受不了哦。那么在佛教徒也有一些佛教徒会讲到，在佛教里面来讲呢，会提到说，也有人会说，哎，这个佛教人就是总是在讲痛苦哦。那么甚至有人说佛教是不是一个痛苦的宗教，尤其藏传佛教里面看到会提到轮回的苦，要思维轮回的痛苦，六道的痛苦。其实讲到苦，就想到在去年这个尼众的辩经法会上，因为要上课就讲了冈波巴大师的解脱庄严宝论，在里面就谈到了轮回的痛苦，光是轮回的痛苦就讲了好多天。那其实按照传统，如果要广说轮回的苦的话，大概几个月都说不完哦。但佛教的确他很谈到的这个是苦，所以很多人会想到，诶，佛教怎么讲的都是苦呢？我来学佛，我不就是要变得更开心呢？那怎么会都讲的是苦，好像更加的痛苦一样？这个他地上的距离啊，变成哪是哪一面呢？但是面具车，哪是哪的面具车啊？那是面具上面的车，那是特别奇怪的。俺的就，他那就，当俺是特别喜欢，我是他吃啊的，他就变的就。门那样个特别是吃下来，特别是就越不越不什么，大点那边就奋斗什么的，大点他不做了不就，门那样他不做是不吃下来。那大男性个，俺那样就干着就是那样，没干呀个他不做了不吃些，俺特别是往过打单子，俺没干呀特别是，但确实今年面具的这个特别是越弄多了不吃些，俺觉得越不一些了不吃些，俺这个特别是吃下来，那他那就。미시야什么的，这个，等这个特别是，他讲他，忙不起个话嘞。我嘛，他米勒干巴什么的，我嘛，他陪陪那干巴等这开始，他个面具都看了看，怎么现实就是呢？他其他平安面呢，他个被绿绿挡起什么的，他把什么大借呢？绿绿切切，他个给娃的就去年那的切给娃的切呢，得了吧。大一面的第三对嘴里啊，大别面具是不是当着送是不是当钱？大看到就听着这个大，乱当他这送他，我那只能干说哎，别退嘴了的，说是缺少的这面具钱了早呢，面具钱了呀早呗呢，那得就全面交了，得了吧，乱乱去说是他就退嘴了，开始也为那电脑了。다지로대벌을채제때대하를지들이시라매댕수다지개발됐어요뭐가제강한다래야가수에다그런직주동해시연주사네야외동해시가래야외동해디다다가주류도를연구하마래라
파지 류토를 뇽투야데 다 동해 침부시비 딘데딜리 다 대가랑 줄 류토인데 뇽투야 매브레 아 지기 디메임바 류덴 셴신 요나마도 나주기 아니 미 류덴딜리아 냐외 동해 뇽투야지 매다 뇽투야 고란디 데 뉴버드 매브레 다 이비네 딘데지 샘토얼이야 냐면 깨윤두산 초지네 다지 딘데가 다지 동해라 所以也因此呢现在的人一生病的话呢就会想到的就是 要努力这个对抗这个病痛，然后是要找寻各种各种的治疗的方法。那么，总之就试着各种的治疗方法，永不放弃，就一定要治好它，觉得是说我一定不要病。那到了老了的时候呢，也同样，一老呢，就想的就是我不要老。 我要年轻，所以接着就用各种各种的治疗方式，或者有各种的药，而且这时候各种的药很容易就会相信它，然后就会试着去服用去用它，然后总之就不要老。同样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总是觉得我不要死，我不会死，我也不要死，然后用尽各种的方法努力去对抗，或者说跟这个死亡去抗拒去奋斗，所以。 面对老病死，我们都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的去接受它。但是你可以看到老一辈的人，尤其在藏族里面来讲，我们看到老一辈的藏族有许多人们，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也是会生病，会去治疗的。他们也努力的会去治疗。那但是一直到了某个程度之后，真的会发现没办法的时候，他们也就放下了，他们就 放松放下，觉得这时候该怎么样，该好好行善了。他们就会努力的去做修持，去做许多的善行了。所以，但反观现在人来讲，就不是这样。我们跟老一辈真的是不同了。现在人就是努力的花费各种的金钱，可以说有时候想想，一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抗拒老病死上面，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总之，有时候想一想，跟古代的人或者说老一辈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同了。所以总的讲回来，刚刚谈到说六道的苦，或者说谈到说一种能够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这种勇气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佛法里面谈到六道的痛苦，像地狱好了，地狱的痛苦的确，是很难忍受的。 甚至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了的，真的是，那可能是另外一种生命的身体才可能真，人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在心上还是可以去练习，就是当你听到哦谈到地狱的苦的时候，你在心上试着去想到说，如果我有这样的痛苦，我也要去面对跟忍受它。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勇气，这样的一种练习，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叫安受苦忍的一种练习。我觉得它对现代是很重要的。 嗯，但到那这个时候，这坚持下的，他，他说的这计划下，他努力的写明的。 叫我啥的，我叫咱们年年七月等你都出不生两张多，七月人心是不起的。叫我困难，他七月日子来不下来的，他就这个地方的。叫我困难七月日子，嗯，但多呢，叫咱们年年七月等你都出不生两张多。叫啥呢？是西亚的，有人行大国嘛的事，有人行大国的事呢，是国嘛的事。叫我困难的，哎呢，或者是喜欢吃个玩的事。 现在地球人的呢，见贤习了，对呢，吃我吃我嘛的，现在，多呢，但是给咱们人的吃，等你都不晓得，都是用的药嘞。现在地，但多呢，感觉我不贪钱，但人心他没大把什么的，就会等你钱，经济等你钱，但这个地上我咯，我不贪钱，他结果就差的药嘞。所以，当我们这里谈到生死的时候，简单的来说，其实出生一出生，他的
本质就是死亡，可以说一出生他就在迈向死亡了，或者更简单简略来讲，生即是死，你可以这么说。所以在经典里面也会谈到说，其实死亡，出生之后的死亡，它是不需要任何的因缘让它发生，让死亡发生，而是因为出生就会死亡，出生本身就造成了这个死亡的一个缘，它本身就是死亡的这个本质哦。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即是死的。那么不只是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现在能够经验到的生活中一切的事物，我们说万法这些事物，它的本质都是生灭的，它都是无常的，它都是刹那性的，无一例外。那的根据就人心的，当我不谈这去年一百的，那的超级呢，当我不生两张多 life 厕所，他们这个大概人心的，对对，超级我不把我们厕所给捐起捐钱都不起，先吃生两张多捐给钱都不起，这是哪边人这个话的？大家超级的设备呢？那的，这个我呢就 life 厕所给自动都不起吃的了，自动美丽。刚才说呢，但这个经济钱呢，就按照月平上，但第一军在那点呢，那就厕所的，life 上那个东西不提的，我来讲，告诉了他去，可能制度点不上那张图，我来讲就，那把忙完了去，那把就专门的忙完了吃去，都是兄弟要吧，就接到第一军在点呢，那我这个别人怎么领的？那等这个，他看到是，厕所忙不休息也不去，但厕所那么长忙不休息也不去。那第一个是牛啊忙不去，厕所但牛啊忙不住去，别呢，但有根断气了说吧，压个到公个断气了说吧，等这牛啊忙不住也不紧张，那俺就走不灵的，可能再多点不着不去，用得着吧？那等于就上第一军上点那，叫我等几个啥的，确实呢。这个上边吃的上大米呢，到底把这制度如今把这下的都什么的太那个。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一次谈到生死哦，或者我们说生灭性好了，这样的生生死死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万法的一个本质，就是所有生命大自然的真实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的确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讲到生死，也会觉得它是一种好像一种缺憾一种缺陷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其实从换个角度来看，从整体的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因为有生灭，也因为有生死，所以让我们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多彩多姿，更加的美丽，不是吗？也更加的丰富。而且也因为有了生死，也因为有了生灭，所以生命充满了各种的可能性。举例来说，世界上的生生灭灭也造就了四季的春夏秋冬的一种改变，它本身就是一种美。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到谈到生死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你会看到生死它的带来的一种美。接着的没大吧，你就会得你没印象。第一个做了活个中国的什么程度，没大吧印象，我做了的活个不杀不生的程度，养了些狼族什么的，然后就没得什么什么的，这生命新的生命什么的。但这个 life 杀不入这个啊的，各个杀不入去的，那就错啊杀不入去，狼族杀不入去，这个啊的什么程度？那等于就是第一军在那点呢，那我就没打吧，写啊的，拉巴多去，吃完没打吧，写啊的，我就写个的什么呢？写哪件呢？等你这个什么东西的，我就得没打吧，写个国宝的点马来，吃完没打吧，写个国宝，但这个谜语这个点，我就这个吃完了写哪件去都马来。但该去学的，你这个说七万三的，七万没大把生产涨多，但讲到没大把，因为等你讲了，你这个民族上呢，那我做了一下子，考虑一年，他就用超压了，就用超压了，你这个过个不及，考虑一年，他就去做干嘛？现在他用这个原因就是啥呢？他这个的过个不及，确实是蛮多钱些，
딘데 그 디나 가르쳐 가 주기 다 고급 덤진 체과데 개심의 이미지 동교 알아 삼청도 这样的一种生生灭灭，或者这样的一种无常性，它其实就是一次机会哦。它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一次的机会，都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或者说造成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真的了解无常，面对生死。 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死亡的无常的时候，这样的很多内容并不是要吓你的，或者我们说要让自己更加的害怕，并不是，而是真的你知道死亡无常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发生在你任何时刻，在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发生的。换句话说，不要浪费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当你能够面对无常，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能够抓住生命中的那个每一分每一秒的机会。当然是七月三的，这，本来这，本来，卡出来哒，今晚七月三的，俺是上面拿了个ending的，不是变呐，差通的啊嘞，就ending。 The only ending 什么的，但是，但这样被这切吞住一笔钱了，这样，但局部的一点不着急，等于是通的下来，但是，当我是老年了，不等待的，但 ending 的也不用啊，就这个就这个了吧，但是，可是老年了 ending 这嘛多，但你不的，用啊买账，俺这也不只用啊，俺就三等个下来，但因为呢。 치와사데급들이야 엔딩도 개체가 말라 다나시 대회 경기 다디지 온리인데 직부디 쳐야 말아 다디 지겨와도 치와사데 서클로 보지 누스코라 갸데야르지 마도베게 드네 고주 내야 슈게 사람들지 뭐임체 드네 민주산 대균산 때네 아주 치와사데 엔딩도 드네 직상을 마다한지체 다간다 고라 karma ching na lo li yin bide ya, kin chi, ta chi gya wa ta chi wa, rupu tu yuwa di ya re. Nima ching na lo, ta chi shokbe ya, langbe kub li ya, ta chi su su lu ya, chi mi si, sabar rup chung rup chi, ten di chi ki samar rup tang. Ta gomu ma nyebe kub li ya, ta mi si ching juk chung rup chi. Yang sanyi yang ka go zu chi, ten di rup chi ki samar rup tang chi. Kanda, chi kin chi siya di, nga su ka du yi ne nyamdo chi yuwa di ya chi ki tang, 七月三的，但我最近看出来哒，这好像之前吧，你记不记得嘛？我写不，你不留记，但等着记嘛记，我就说过的，但我还过的，开始就查的了。所以很多人。 一谈到这个无常或尤其死亡的时候，会有一种认为，会觉得说啊，这就是结局了，这就是结束了，而且是唯一的结局，就是这个没有续集，会觉得好到此为止了。但其实死亡真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它还有续集的，而且它是一个循环，它并不是像说左边这个门出去，然后右边就直直的就只有从这边到那边出去而已，它不是单向的，它是一个循环的，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种状态，这个就是生死，而这个生死在哪里，其实就是现在你的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发生，你都在经历的这样子一个生死的循环。所以我们可以做的练习是每天大家会。 早上会起来，然后会一天结束，会睡觉，你就可以想，当你一起来的时候，你想说，哦，那一刹那我醒来了，这就是我的一次新生。那最后晚上睡前的时候，你就想说，啊，这就是我的一次结束，而明天又会有一次新生，又会开始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生死，它是。 真的没有跟我们分开过。谈到我们主题是生死，那希望就是让大家要认识到一点，知道一点，就是讲了这么多，也就是生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可以说是你最亲密、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啊，刹那分分秒秒都跟你在一起的。这里就是呢，他等于是到老年的线嘛，是不是？电影的。啊，那有是，那有是。 제가 다 가지고 있기 때 삼류 가수에다지 다들 시험 어제 입시다.
라바도 다지 갈래 다 마시네 다지 나랑게 다지 치와 돈에 채워를 라고래데 이네 다지 나라에 치와라 지고 용고도 나 지고 용고도 라바 캬즈 삼레 나라나 다지 갈래 바지 된 미망버지 삼레 나라래야 다 고란지 까마버르체 까마바 인자 다디지 긴지긴 지과 유기 말았음 정리 아래데 다이미네 크란주 원에다 나 든디지 레디네 나랑 원가 야 데레요 말바 까마바 데레메다 크란주 삼바는 신지 레메자 근데 긴지 지고 용구도 라바도 참점 데 곤다 도르 지베서 세나몰 미시라 메 니세나 마니에스산 지삼로던 주산에 신한 차르슈 요예소치 나우마 충중급이야 와르당에 대시샤다 특히 대인 로년디 부용 로년디 로년 베나 제주 지마도 용고 말와 나서 맞아 디디진 진고네 로년 대변은 진고주 다 쇼디 제주 지마도 용고 말와 엔딩을 지 용고 말와 로년 다이나 다다 로년 대변은 삼다 말 다디고 지가쇼에 고주 아니 지고 쇼데 고 담나 망보 주요초 所以呢，刚刚这里也谈到生死的时候，它并不像是就是一个电影的结局哦，就是电影就只有那样一个结局，电影没了，这个曲终人散，然后什么都没了，然后就这样结局，并不是这样的，它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还有更多的结果会可能的。那么。 如果以自己来讲，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刚刚都谈到很多这个不要怕死啊，要面对死亡，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对啊，这个你是伽玛巴嘛，那这个他大概就不会怕死了。的确，就各位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这样子认为，但是真的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不是这样，我也会怕死的。那尤其会发现呢，是在那种。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好像就会想的比较多，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恐惧哦，对于死亡的。这当给他去吃完了呀，结果，简单的，明朝忙不起，军政什么的，军政生产大多呀呢，结果用到的明朝忙不下呢，没军政用到忙不下有事的什么程度，可是当忙不起去。 Chiwa saadi, ngazu sunbe gala ne, in Chiwa saadi yungo marwa. Da chi tsadyu, dine yin dhuzana, in Chiwa ne gabla da chik, di chik unfamiliar sa marwa, da chik kanta chik yungo yung ngazu tsoba che mito barwa chik. Dine chiki mi mawa chik kange yongdi yoy saray. In da na shingi Chiwa gabla ya, an kashi egi Chiwa gabla ya njikwa, dunghe yung a Chiwa ne gabla ya. 每个人怕死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哦，原因都各式各样都有。 那像有一些人会觉得讲到死亡会恐会害怕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未知的情况，尤其现在还活着嘛，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怎么去知道什么叫死亡？所以因为它是一种未知，所以你会充满了一种恐惧，对未知的一种恐惧。还有一种对死亡来讲，有的人会觉得死的时候是不是很痛或者很苦，所以那是他也这个原因会让他会怕死。他人按住苏斯里安住住在那。 毕业，拉不着，University，拉不着什么技能，去不了。第六三，当我是七月过了，开始忙不起些了。当我是忙不起，是个多大？七月过了呀，俺那压岁穷了大，你可能写算了，要不就啥了事？你可，俺三年小辈写点了，俺刚写点几本用什么了事？嘛，能去，你可不能写嘛？你？ 那时候你小朋友要能就是写东呢，那你是他，他说你不要说嘛的事，今天写你这样的多。
那在之前我到了欧洲瑞士的时候，记得去了一所这个大学哦，跟那边的人也有聊到，那时候主题就谈到这个死亡哦，聊了非常多。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人讲说，这个死亡最好的一种死亡状况就是睡着睡着睡着就死了，那也因此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恐惧啊、痛苦等等，我们说叫寿终正寝嘛，还是怎么样，就睡着睡着然后就死了这样子，有人会这么认为。当然呢，다가르남배기시야라바르지비규난데시야데다데데지데데디즈간다르비시레비규난데시드스나는치와디치웨네가라베시바세와사마르바타치시바디오네트네지세버지와지다에너지로데버지와지시바세버지와르데데지요아저와르시겹체두시와레제자디디디즈에这个民族是来也搞不清楚啥呢？俺讲就大几，他说叔叔喜欢养蛤蟆，我把钱呢，他可能心中的也不知多少。但一年俺说两年前的啥，但喜欢的人几米几，喜欢那个不得，他喜欢就给钱差掉了。没自己两年前呢，他看他到底呢，他喜欢那个不了，看他就大点也不就是过了是。大点喜欢那个不了，俺那三毛钱农民不稀松了。真的老朋友休息差点啊的是。喇叭都就是没自己的是他娘们是他什么都不一样的是因为那个不得了那这样三路当当的要不等的全部一样的要等这个团呢开发什么十分重要的是。就是是因为那个你这些人大概在后面从面去试验的那就要不自个儿嘛的是。这是来。但是所以当时呢，我也跟他们做了一个分享，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为，就是睡着睡着就死掉死亡的状况。我说呢，在佛教里面来讲，这种说法跟佛教的看法，尤其在藏传佛教的说法，真的是完全相违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教里面会提到说，一个人当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心是要非常的清楚的，他要非常的觉知的。然后这样子死亡，这才是最好的。所以很多你看到修行人，他们都会希望也发愿说，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的心是要非常清楚的，有觉知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你们会觉得说，就是瑞士说这样的话的人，我跟他们说，你们会觉得好像死亡是不知道自己死了，好像就很好，因为你就不用面对恐惧等等。但是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要知道自己死亡，而且死的时候要非常的清楚，是很重要的。甚至我们会说，一生的修持就是要在死亡的这一刻，看看能不能够用得上，能不能够有一些征兆能够展现出来。不然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就太可惜了，一生的这个修持都没有在这个上面用上哦。所以说，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有的人可能在一生当中，他这个修行并没有这个特别的精进或修得很好，但是他在死亡的那个时候，他能够抓到这个死亡该的时候的一些修持方法跟一些观念的时候，他最后也走得很好。所以总而言之，在佛教，在藏传佛教里面来讲，我们对于死亡是你要面对跟觉知它的。但第一个咧，我那穷穷个咧，穿那路就行。我穷穷个咧，天气咧，穿那西服就舒服不舒服，干爽。那第二就，把这金牛买买出去。但你们这咧，小白，但你们是穷穷个咧，配了点啥呢？跟地气活干啥？小白别是叫你什么的，老了，轮子以前的。但小白给这他们，我讲你家的，我做大哥。你跟你家里啊轮子一起过来。天气呢别说叫得别个里啊。他不会影响叫啊看呢别说叫得的什么感觉我就当掉他还是影响就去了找的啊他就那么的我不知道当掉吧。那个地球上呢地球上他给的南北给这个告诉了他这个德主什么的这个道啊的冲他的。这个是他就是个新歌嘛呢但是呢就吃的是过的人就东北尼塞尔吧东那就没大把塞尔吧就吃的是过的人现在就说说一样就各地就是那就
네, 지 삼로로 당체 가르쳐요. 다지 초초로 지다 디기 다지 삼로로 당체 신주사 도지다 미다베 고르시레 근데 삼로로 당체 또 지금 삼로 띵 삼 띵 삼로지 가진 로도베스지 다지 부인자 삼 직보 좀 도와 제자 즉 삼당당 타마르 디자인의 쉬워지겠다 나타 쉬워지겠어 타마들이야 타마다마다 삼당 디자인의 뉴리아 빼세요 쪽세요 디주 시다 통금도 상월로지 예배 소리지 예배 선한 자도 지 서리스리는 세워시다 매대교 미쳐 아니 나타 쉬워지겠지 삼냐 나타 쉬워지겠다 안데주산에 那我还记得这个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是我当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一次这个经验，是在当时在这个西藏的时候，是有一天的早上，大家都知道我早上还有下午的时候都会要做这个课诵，要背诵这个经典的，所以都会坐在那边在背诵经典。那么但你知道小孩子嘛，在念的时候，口中在那念念念，但心有的时候就是东想西想，胡思乱想，想外面想什么等等。那个时候就当然就我口上在念，但心就开始在想一些东西。 那虽然那时候还对佛教很多的见解，譬如说无常啊，对空性啊，这些其实并没有涉猎，没有学到很多，没有经验，但是至少听过一些哦，空性这个字啊，这个词啊，还有无常等等，所以我就突然我就又开始胡思乱想，我就想到无常这个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想就越深入，越深入去想着，可以说体会到这个无常吧。那你知道小孩很多时候他很容易 能够专注的下来，所以我就这样子一直想想想无常，结果想到最后突然就非常非常的恐惧，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升起。还记得那时候在我前面有桌子啊，还有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全都突然好像消失了，都变得很模糊的感觉。那时候是我心中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对于无常的一种恐惧，一种惊恐。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就赶快跟我的老师说，不行了，那个我要出去透透气。 아, 드린산 안타간다 지가래. 단도나 지. 다지 미신다 딱간다 가르쳐도 다지 개화도 치워서야 돼. 다 당기 공도 쉬워 내시네. 반단 예사 아미즈갈이야. 다 미지기 미지기 다 미 없이 세세. 근데 니수 충분해. 아메리카 루지 토리아 다 미지기 근데 세아 창보 마셔를 이제 스트레스도 제가 당 아주 저 창가를 접시 돼야 알다 미 당부 응업주래라래 응업주다 응업주 말에 십주 쉬고 레스 응업주 뒤 고란 레스 고란 디나 지시 알아 지라 아주 근데 견가 창가를 접시 다 미신다 아주 창가 접시 돼야 알아 다 이미네 소수기 엔다 간다지 所以这里谈到这个，就像刚刚说，总之死亡或者说无常而生死都是要在自己身上去感受的。但我们还是很自然就会觉得是别人的生死，甚至会去算，比如说最近美国才发生了一次枪击的事情嘛，那总共死了有最开始说是50个人，后来说其实是49个人，因为另外那一个人就是杀手，他自己本身等等。你知道我们在说新闻，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算得这么清楚，多少人死了，然后是谁杀了谁等等，数字都很多，都但 并没有很想要去面对它，虽然我们内心都知道我有一天会死亡，但是都觉得说不是现在，或者觉得它还跟我们很遥远。但其实就像佛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不一定的，
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什么因缘造成你的死亡也是不一定的，任何因缘都有可能发生，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死亡。所以当我们对这样的一些观念跟思维，我们都没有，平时都不去想，也没有准备。尤其最像，就像最开始提到的，在现代的生活来讲，更